知道上辈子造了什么孽。下辈子我们两个还做兄弟，好不好？阿斗，你们两个别闹了。姐，你们说没问题吗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说我控制，为什么不说我控制？走开！你还有脸回莲花坞？莲花坞是我的家，我不待在这里，你要我去哪儿？师弟，不让我进去！谁是你师弟？江澄，进来吧。你要留在这里，千万不要离开，好吗？我不是他喜欢那种兄弟，因为我才是他的，不是他想要的继承人，我才是云梦江氏的继承人。他觉得我不懂江家的家训，才是那个真正懂得江家家训、半点没有江家的风骨、有江家之风的人。愿我魏无羡能够一生逐剑赴戎，无愧于心。我心我主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自由说，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变了吗？阿成，阿谢，就叫他陈情吧。何时才能为云梦江氏做些考虑？明日，在这儿被挫骨扬灰的事，明天就等死，没人给你收拾。夷陵老祖，哎呀，江澄，魏婴，你给我收拾收了这么多回了，你不在意了，多着点，对不对？16年中，江澄小弟找遍了悬崖底，也没有找到他的尸体。没死也不早点回来，辛苦你了。没有你耳提面命，那世子才能受。你知道我有多？多担心你！凭什么留下？凭什么？你怕就可以吗？告诉我凭什么？江家给了你多少啊？现在在你体内玉针运转灵力的那颗金丹，甚至是命，是他的。问天娘，我姐姐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不会离开莲花坞。究竟谢梅被谁？更不会离开江城。背叛我们江家的人是谁？不能再打狼娘。他们姑苏双璧算什么？你还跑来我家？姑苏有双璧，我们云梦有双杰。咱们云梦就有双杰吗？我问你，这话是谁说的？你什么都不告诉我。对不起，我不该恨你。我食言，我不能恨你吗？江城，凭什么不行？下次千万不能再这样冲动了。你凭什么不告诉我？都保重。我只要把他阳关道，我就保不住你。非要一条独木桥走到黑，保不住就切了。个人回个人那里去。你醒了？对不起。